你是怎么发现陈廷飞顶替你上大学的？我开图文店的，每天看的就是各种人的证件，那些纸决定了人的价值，人的道路。哎，你也是服装高中毕业的，赶紧印吧。考上大学，学完一直梦想的金融管理，第一年我只是个小职员，内心有钱。第二年我被提拔为经理，年末还有奖金。再过五年，我攒够钱，还差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。再过十年。